是2021年就发现，2021年是5，现在是6啊，其实没明显变化，这是最新的啊。但是这个结节很典型，里面有空帕，看到吧，黑色的，这里有根血管通过来，所以呢密度也不均匀，所以这是一个还是一个原位癌或者未浸润癌的可能性大啊，因为你才20几岁，结节又长在这个肺外周，可以考虑做个楔形把它切掉。你是21年发现，是去年生孩子啊，所以呢也验证了，有些年轻的女的说怕怀孩子转移长大啊，所以反过来看你又生了孩子都很安全，说明怀孕是安全的。但只是我是觉得你年轻，你要活80岁还有50-60年，他做了就没，根本就没事儿。就是做完是不影响身体了，是吧？就什么都没事了啊，就能治好了。